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。你猜你猜的是缘分，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一首新歌，周杰伦的《算什么男人》。近期都很多同学会点唱这首新歌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杰伦的歌一定是高音。我们练习这首歌里面就可以练到一件事，就是怎样可以唱到真音的音域来讲是可以有力，高音响而清脆。整首歌最难唱就是这句。你猜你猜的是缘分。我们之前都讲过，你用一击即中的发声是利用阿感觉向前吐。但是我们在这首歌里面，我们究竟怎样去演绎这个高音的方式呢？我们今天会讲解一下。我们唱高音是用咽的位置，即是皱着眉头这个位置，我们要将高音打上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皱着眉头去唱，令到声音容易带向上面这个位置。没猜你猜的是缘分，没猜你猜的是缘分，令到它升上咽的位置容易一点。那其实我们怎样去练习这些高音的感觉呢？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字 DI 这一组字母去练。那我们平时怎样练呢？就可以用一个真音发声，无论男声又好女声都好，譬如我们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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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个哆来咪发嗦的音，一路 D D 到自己 D 不到为止，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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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皱住眉头，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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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如此类推。但是一定是用真音，假音就没意思，因为无限高嘛。好了，大家 D 完之后呢，当我们再去应用在这歌里面，就尝试去皱住眉头去唱，变成是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。你猜你猜的是缘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